得努力去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觉得 X 就是下一秒。极致的理性，极致的感性，它就像是一个叉，不断的否定，不断的改正。我就是我，无所畏惧，不断向前，突破一切限制，想不到的结果。这代表每一个人都有被肯定的机会。我有这个梦想，终于自这个生产无所畏惧，这就是我们的理想，无限的自信，善良。所有人觉得这不可能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变成一层梦的样子。